老師、林老師、會長、各位工作人員、各位師兄師姐，大家好。我是第十屆初中班、第六屆高班的周冠時學員的。咁我喺度喺呢段時間裏邊學咗啲長生學咧，幫咗我好多。大大小小的驚喜帶給我，今晚呢我就講兩個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記得呢在新竹集講過一天，那我沒什麼事做，我就落了去樓下的委會用集刀集人氣片，突然間聽到我的心那裡這麼多血劇，跟住開始佢受折磨啦，咁我馬上調整啦，咁好快脆咧就止咗血同埋止咗痛，咁我翻屋企，等到落咗風球之後咧，咁我哋就行去急症室打破傷風針，咁醫生話咧，你隻手指嗰塊肉咧唔會再生翻噶啦，咁咧第日咧就會生一塊又硬又平嘅蕉。咁對你生活咧冇影響噶，咁於是咧，姑娘咧就同我洗傷口，度一度個傷口，但大概寬度咧係兩 cm， 長度咧就係1 cm， 咁就每三日咧就洗一次傷口，直至到唔使去洗傷口。唔洗傷口之後咧，我解開咗個紗布，發覺原來我手指嗰嚿肉生翻出嚟，你哋睇下。完全咧係生翻曬，仲有指紋都生埋出嚟。初時咧佢係有新肉同舊肉嘅區別嘅，但係而家冇啦。如果我唔講俾你聽，你哋都唔知道我隻手指係曾經冇咗一忽肉嘅。你哋話係咪好驚喜咧？咁啊，另外就係一個分享，就關於我對眼啊。咁我小學二年班咧就已經係患咗呢個黃疸性肝炎，咁啲菌咧就入咗個眼球，咁啊造成咗呢個視覺神經中枢退化，咁我睇嘢咧就係黃查查嘅，所以我而家望你哋唔到，我唔驚嘅。咁咧我嗰個視野咧只係得6尺範圍到嘅啫，我又好怕光、燈光同埋太陽光，我都好怕嘅。仲有咧，我係冇立體眼，亦都分唔到顏色。咁自從調整咗之後咧，咁我已經好大改善啦。我已經唔怕光嘅，所以因為我已經唔需要皺埋個眉頭蒙你隻眼嚟到睇嘢，所以我個額頭嗰啲皺紋咧就淺咗好多咯。同埋我隻眼咧。不是好像以前咁一條線嘅，而家可以擘大少少。咁啊，因為擘大咗少少啦，咁變咗我個睇嘢嘅範圍嘅視野咧，就已經係唔止6尺範圍啦，可以大咗啲，同埋清晰啲、遠咗啲。咁我而家嘅立體感又多咗喎，咁變咗咧，我可以分辨到呢條係屏幕，因為係立體感。咁我而家跌嘅機會我都少咗，冇以前咁成日都眼殘嘅。仲有咧，因為有立體感咗啦，咁我睇啲顏色咧已經係有層次咗。雖然咧係分辨唔到啲顏色係咩色，但係咧就已經係有層次深淺，變咗我咧就可以睇到有個圖像出現，唔使好似以前咁一撇黑色。我真的很多謝魏老師、黃老師，他們將長生學引入來香港，我也很多謝會長和各位工作人員設立這麼好的平台給我們的學習。各位師兄姐，大家學了長生學之後呢，你哋會有好多好多嘅驚喜嘅，咁希望你哋
追隨生學融入你的生活裏面，天天隨生學，驚喜又快樂。多謝。好啦，我首先問大家，手指頭我拍一下，就這個。看不出来了哦。好，基本都是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